我叫小飞，当初因为贩卖二级毒品而被抓。这封信是我在那时候参加为爱朗读比赛写给母亲的一封信。有好几次你忍不住问我，为什么妈妈这么爱你，为了你熬过那么多苦，你却还是不懂得珍惜。他在给我的信里面说有为爱朗读这个活动，而且他跟我要诗歌奉献这首歌的谱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我的孩子终于就是脱离了毒以后，他有一点醒过来，知道妈妈在呼唤他。而这一份爱也让在淋雨中的我明白，时间是不会一直等人的。我想努力与你一起找回因我而失去的盼望和喜乐。我想再看见你最灿烂的笑容，并一直守护着你，让你看见我的改变。现在他在监狱里，他得到这样子的改变或学习，我觉得他越来越好，这就是我的希望了。我在台南监狱参加了母亲节为爱朗读的比赛，而也在这次的活动中，我让母亲感受到我已在回家的路上，因为懂得爱的真谛与感恩之心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真爱。这是参加家庭绘本活动以来这几次的绘画所出来的成果。第一位是爸爸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希望和爸爸一起吃饭，还有玩球。玩球是如果爸爸辛苦的时候，我会帮他做家事。心中是百味杂陈，因为他画出来的活动我都没有跟他参与过，反正都是从小到大我都是学习的爸爸。爸爸也要跟你说对不起，请求你的原谅，爸爸爱你。祝爸爸身体健康，爸爸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这个绘本的话主要就是说让小朋友带回去之后，他只要是看到这一本绘本的话，他就能够想起跟爸爸在这边所有互动的一切。我在台南监狱参加家庭绘本活动，对我来说一家人相聚这就是幸福。等大哥，我帮你，你帮我看这上下来拍无？嗯，这是恁爸爸下来拍。台南监狱有师资班，我建议你会当去报名看嘛。阿母，我会晓写字啊，我决定要继续读册。当我知影台南港甲有甲中英大学合作的时阵，我就知影，我的机会来啊！只要有心，我一定会当考到大学。我在台南监狱就读国高中及学士班，在这里让我扭转昔日错误的观念，接触新的人生观，启发富贵社会，心生希望之心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希望。卖照，现在我天天卖照。男子朋友说是你哦，男子何言啊？放你家！现在我唔要夹卖毒品，进我光明正大卖工艺。一样速拿枪，现在我拿的是喷枪，喷出美丽的人生。我们在台南监狱参加公益班，借由艺术找回信心，肯定自我，培养改过向上之心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就是信心。这就是真爱，这就是幸福，这就是希望，这就是信心。